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晋级，人品的较量，下。他是这次竞技赛的监督人，如果谁敢作弊，巨龙绝不会手下留情。现在开始进行分组，除了兔子同学以外，每个人过来抽一张卡片。太好了，我和菲菲一组。耶、yeah ！哼，幸好没跟小呆呆一组。为什么小兔兔没有分组呢？因为兔子同学要做这次晋级赛的特约嘉宾，超人强、波比和大泰，你们 A 组负责帮助兔子同学 ，GG 蹦、菲菲和小呆呆，你们是 B 组负责帮助乌龟。帮他们干什么呀？赛跑。兔子和乌龟赛跑，大家仔细听好。如果兔子先到达终点，就算 A 组获得胜利；如果乌龟先到达终点，就算 B 组获得胜利。胜利者可以优先获得好的专属道具，听明白了吗？小龟龟在哪里啊？快点让它出来啊！你们都不准回头偷看，我去把小乌龟找出来。小乌乌，好！啊，好大呀！希望你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，拿到自己满意的专属道具。教导主任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那大家就准备出发吧。出发！快快，赢的一定是我们！预备！驾驾驾驾驾！哇呼！哇呼！哇呼！老大，他们跑得好快呀，我好紧张啊！你看，大太都吓得尿裤子了。我尿裤子了吗？你怎么不启动了？我要飞飞赢。你个臭兔子，还真以为我怕你啊！波比，快启动兔子屋！这个不公平嘛！怎么比呀、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！小猪猪别灰心，我们可以使用拼装术啊！对呀，晋级赛要比的就是拼装术啊！
哎，老大，他们肯定还没出校门呢。啊！哈哈哈哈哦、救命啊！前面有人呢、啊！超人强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你不想活了，滚开！请你们帮忙把灰姑娘送到医院吧，她突然晕倒了，请你们帮帮忙好吗？她晕倒关我什么事？啊！快，快走！对不起，灰姑娘，现在想送你去医院都没有办法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能追上他们啦！小猪猪，我们跑得很快呀！哇！哇哦！哦！啊！你们看，哇哦！魔子殿下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！猪猪侠，灰姑娘晕倒了，你们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吧。我们快送他们去医院吧。好吧。谢谢。波比，快，波比！哎，老大，我们还有1000米就到终点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赢定了！哈哈。啊，老大，这里有黄金呢！哦，这在哪儿？哦，在哪儿？黄金在哪儿？老大，就在这里呀。一堆黄金，嘿！哎，波比，好样的，这样也能看到。咦，老大，我们快打开看看吧。为什么是石头？石头。哦，可恶，波比，你竟敢骗我！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不关我的事儿，这明明写着一堆黄金呢。我们一起揍他！老大，急急报！哦，他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我们快追上去！哎呀，老大，等一等！哎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追上超人强他们了！啊哈哈，我们领先喽！他们要追上来了！波比，掏家伙！是，老大。你碰到打我们了！给我狠狠地打！哇，好多炮弹哦！老大，怎么办呢？快打车的连接处！没事。又来了！给我狠狠地打！猪猪侠，你好厉害哦！不好了，快攻要断了！哎呀！小呆呆！我看你能撑多久？他们又打过来了！他们又打过来了！超过他们了！比赛结束。他们怎么会？我是第一名，小呆呆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，耶！大家事情挺好。现在我以监督人的身份宣布 ，B 组获得晋级赛的胜利。晋级赛比的不仅仅是技术，更重要的是人品。A 组今天的表现实在令我失望，你们打晕了同学，见死不救，甚至还抛弃自己的同伴，你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B 组同学是当之无愧的获胜者。来，你们先来挑取拼装图纸吧。最上面这张应该是最好的，不对不对，看来好的并不一定是真的好。哎呀，我可不能中计哟。哎，我要这个。如果我们把好的图纸都拿走了，A 组的同学一定很难过，我还是选个差一点的吧。到我们了，走！你们都不许上来！哇，果然不错。贝贝，你的是什么呀？嗯，好像是只蝴蝶，和你挺般配哦。嗯，我喜欢这个。还算不错，和叽叽豹应该是一个档次的。好的，我的比你的差一些，不过只要老大的图纸好，我就特别开心。废话。大台，你是什么？站住！没什么。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原来是只小虫子，和你的体型还真配呀！叫什么？不是吧？这么好，这明明是我一开始想挑的那张嘛！月月兔变身了！饶了我吧！误会，误会。小兔子同学误会呀！误会呀！你打晕了我，我绝饶不了你们。紧张的拼装终极赛终于告一段落，但是 GG Bomb 和超人强的竞争到什么时候才能告一段落呢？辽阔的森林落下一片雨，传来的声音淅淅沥沥，是雨点在拥抱消息，思念的旋律不言不语。天上的浮云，乘风和星星，倾听，小草慢慢钻出